对，光明顺呢，在这个比如说尾牙一些晚会，看到陈势安都在旁边很享受他的歌声，是是，那个浑厚很 man 的那个音质啊，这个是没有变的。可是这次你的整个概念专辑是不太一样的。对，好，先跟大家问好，待会来聊一下。Hello， 现场所有的美女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我的小听众们 ，Hello。这个放暑假的好处就是人来多一些啊，是是是，欢迎各位哈。平常也会来吧？当然，一定要来的。但是我们先来很多很脏的一些东西，一开始是画上去的。但是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去到一个真的汽车报废的那个废气厂，废气厂，我是真的脏。是，而且后来又变很臭，因为周边的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脏脏的，旧旧烂烂的，对不对？对对对，都沾到你的水。而且我们拍了十多快两天的时间，就15-16个小时。是，而且我还要跟女主角有那个床戏，对，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自己已经开始流很多汗，已经有点臭了。是，还要跟她在那里一个磨蹭来磨蹭去的，对不对？我看到你很享受那个过程啊，我看那个发稿还有那个 MV 里面。是是是，这就是当歌手的好演的部分啊，享受演的部分。那我们主持人都不会有这种福利，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想发片。这个歌手有很多转换身份的机会在 MV 里面。对对对。可是我想知道真实的陈势安，因为像我们身边有很多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其实大家都很淳朴，都很乖。哦，举例我们有很多在谁的脑海中。你在小时候是坏掉的孩子吗？我其实也蛮乖的。我只是会有一点小叛逆，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真的打过架，真的、啊、对，从来没有。MV 这次有打过 ，MV 这次是现场练，是是。对，我小的时候顶多就是比如说头发，因为我是纠察队、然后我们学校校规非常的严格，头发不能超越眉毛的长度。哦，可是我那个时候想了一个点子，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每一天梳油头去学校，然后跟老师说，哎，这是经典，我们要尊重经典的。对，然后来。因为我常常当纠察员啊，我常常都会保我们自己的同学，我们班一定要很乖，面子问题。对。然后我一直去讲别班啊，怎么样有带了什么犯规物，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去抱我这样子，跟老师报告说我头发很长。其实你才是坏孩子，就他们是纠察队，还是纠察别班的，想害别班，对不对？包庇自己人。我们有业绩压力。哦，有业绩压力。我那跟我们警察很像，每到月底的时候单子开的特别多。是是是。你知道吗？就那个空。单啊，我们这个交通警察。但是你那个时候，我听说家里面对你是保护的非常严格的孩子。对，我是父母亲亲自在送去学校的，所谓的妈。然后我的父母亲还伸手到那个家教协会，反正就是在学校。什么叫伸手到家教？就是他们还成为了家教学会的一份子，为了要照顾你。他们还进入了是像监督我，监督对，所以我只要在学校做错一点点事情，其实我家里就知道了。真的、啊，对，离家出走的人、所以我想了一个点子，就是说我要到吉隆坡，就是离开我的家乡，去念一个很厉害的大学，设计大学，离家越远越好。对，然后那个大学只有吉隆坡有，是只有一家，所以我就非得考那家，所以我就去了。啊，就是一种小叛逆了，就是家里管得越严，越想离他们越远。对对对对对对，辛苦你了。今天也是很有很多，你看你穿 oversize。的衣服是是是，真的很这种衣服不好驾驭的。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是最像我私底下的样子。真的吗？你私底下就是尺寸都乱买这样的。不是，我常常会去把这样是好看啊，不是这样就流行。不是，你知道我身材有时候会很壮啊，你会突然有时候会让想要很瘦。哎、对，我看你 MV 穿那个白吊嘎啊，你就好瘦啊，其实我都快疯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太瘦了，我不习惯自己没有肌肉，照理要有一点肌肉。对对对 对，你的肌肉跑哪去了嘞？我很努力的把它全部都消掉。哎，我们是巴不得长出来，你把它消掉。对，你把它寄到我家嘛。好，下次怎么会消掉？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拍完 MV 我就要把它长回来。对嘛？因为我看你穿那个背心啊，就感觉怎么突然好瘦弱的陈势安出现了。对对对对，不过这就是一些改变，就像刚刚势安讲，他希望突破，尤其2年。才出这一张嘛，是一定要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川东公司跟石安的诚意。不过我刚听这歌，我想很多人都感受到他歌词的那种共鸣啊。前面我倒是很好奇，前奏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他在唱什么？唱坏掉的大人是吗？对，他可以再播一下他的前奏吗？就是那个坏掉的大人的前奏，对不对？那是用声音去做一个效果。歪掉的大人，因为我本来是听陈升
陈泽山，你要去哪里之类的。不行，你再听一次。陈泽山，你要去哪里之类的。好，但是我告诉你，有山歌是这张专辑很重要的。最后一张专辑，而且我很谢谢他。他以后也可能还有了，什么在最后一次？不是啦，我离开华纳，是，对不对？不是我那个时候听说就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很早就听说了，然后我很紧张，然后他就很温暖的跟我说：“你放心，我会留到做完你这一负责的做完的时代的专辑。”因为大家知道山哥选歌的耳朵是一流的，对，所以这张专辑另外一个品质保证就是山哥你留下他非常专业的这些选曲的作品给你。对对，好，这就是这次的这个全新的专辑，8月31号要上市啦。是，所以今天我们要一个启动的仪式哈，因为呢，其实坏掉的定义就是要重新的突破改变，然后去创造新的自己，也是忠于自己，是，而不要再去听外界的定义标签，因为我觉得人生是自己的，你更要自己享受。太棒了，好，那我们现在在游戏上的好，本来想到好，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很有趣的游戏。我觉得今天的道具是今年各位媒体朋友绝对是今年记者会，绝对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厉害的一组了。我觉得我们最近不管是拍 MV 啊，好玩吧，拍封面、啊、对，都很包括记者会，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说坏掉就是。其实有破坏才有重建，是，所以挖土机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亏他们想得到。真的，你把很多东西打破之后，才会有新的作品出来，新的成绩出来。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待会要进行仪式，而且真的要动哦。你等一下真的要把这边的砖敲破，好，挖土机挖烂。好，我们现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先拍照片，好吧？来，麦克风，我帮你拿一下这台挖土机。我想各位真的没有在记者会看过这么有趣的道具。待会呢，有兴趣的，请准备50块硬币啊，头一次玩一次 ，OK？ 大家可以来感受挖土机真的会动，太厉害。好，请陈思然准备喽，我们待会就要上去操作挖土机。好，先请诗安照顾一下。好，请照顾一下每一台，你可以离他们近一点，诗安，你可以离道具，不是，我不是叫你离媒体近一点，你太淳朴了，你离道具啦。对对对，好，可爱的陈诗安这次呢，突破了自己，在所有人的打造之下，啊，他也很勇敢去尝试。你看那个打架的陈诗安，都看得让我们目瞪口呆啊！叛逆的在 MV 里面出现了不同的 style， 还有那个 OK 的打架的脏兮兮的样子。好，现在我们要请诗安来，请上挖土机，这真的可以做的，真的真的。好，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等一下就，哎，小心小心小心。好，你一定要操控那个杆子往前推啊、哦！假装你在玩夹娃娃。好，准备了，我们3秒钟之后就要打破它，成为一个坏掉的大人，但是才会有重生的陈诗安。3、2、1，请操作。挖土机动力太强，把钻石也不小心弄倒了。好，没关系，慢慢来，好不好？好，是的，原来在废弃的砖墙后面有一颗闪亮的钻石，这是我们送给陈诗安的礼物啊、哦！打破自己，打破过去的陈诗安，一定会有更璀璨的未来，璀璨的钻石在等着你。好，大家赶快捕捉这个很特别画面。好，陈诗安，你可以把钻石拿起来好了，对，好，耶、yeah, ，这是你打破砖块之后啊，坏掉之后重生啊，看你要站台坐的都可以，好，站的也可以，好，谢谢，哇，长腿真好啊，一跨就出来，好，谢谢，拿着这颗我们送给你的钻石，因为大家也知道陈诗安是歌坛的钻石啊。KTV 排行榜永远都是名列前茅，永远都是在这个尾牙场合啊，或者跨年场合尖叫声最多的，台下万人合唱都是陈诗安的歌曲。现在有全新的作品，请大家多多支持。好，诗安你往中间移动一下，哎，谢谢谢谢。好，挖土机我们也把它回位好。
刚刚有人说没拍到，不可以再挖一次吗？没有了，崩溃，神奇的，还要再弄一次砖头，浪费时间。好，请诗安拿个钻石，谢谢，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哈。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信仰跟价值观，就算成为坏掉的大人也在所不惜。刚刚也提到，其实小时候他是非常乖的，被照顾得很好，但心中有一种想要坏掉的这种冲动。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挖土机来收拾一下，谢谢谢谢。哎，那小可爱哦。啊，等一下，我可以带回家吗？能带回家。我们客厅可以摆一个在角落，蛮可爱的。哎，是啊，追剧也可以坐着看。是啊，你看这些女生，你看，为了你，你看，辛苦辛苦。哎，这公司真的是。没有，他们很好。你们都在忙什么？他们其实很努力耶。当然了，对对对，而且很贴心。为你想这些道具创意那么简单，真的。我主要是看几个姑娘在那搬东西，然后这公司是没有男人的，是不是？有男人，说的很可怜。男生已经在搬车了。好，辛苦辛苦。喜欢你说什么？要带回去追剧啊？对对对对。你有在看演戏吗？有啊，昨天最后一集我看完了。你已经看完了？我快哭了。你直接 follow 到最后一集了，对不对？对 对, 对, 对，跟上时事的脚步。我一早就开始追了，而且我刚好卡到工作，然后我就会很气，觉得说啊，我要连四集看不到这样子。结果呢？然后有一天我就早上七点起来，硬是爬起来把它看完了。天，一定要追上进度。你看完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什么心得报告？哦，我觉得好厉害哦，这一部，而且我看完之后觉得很空虚，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要看什么了。对对对，有周迅的那部可以看。嗯，我有看，也有看前面几集，对对对。你怎么那么无聊？像我们都忙到没有时间看，你怎么会？不是，你就是硬要看，找找也要看。我很喜欢演戏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去看他们怎么演，或者是去看整部剧到底是怎么在讲剧情。那你现在用演戏题跟大家介绍你的专辑吧，好吧？比如说本宫这一次是。拖出去把舌头给剪了。我觉得我自己拖出去领罚好了，我自己去领罚。领罚，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你可以带回家当追剧神器。是。